Go。慢慢讲，哎，四个，就是来恭喜他们相信自己，有记得记得，相信自己，比他还小。网络温度计透过 Kipo 大数据关键引擎整理出2022年十大流行用语，没想到八大熊的一下下就好，竟然只排第9。请问下列哪一句是网友票选出声量最高的句子呢？是什么呢 ？A 酱肉。酱肉 ，BBQ 酱肉，酱肉 ，C， 挖苦挖苦，看你们学校最常讨论什么？对呀，学校最常讨论什么？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。哎，曲哥选 B， BBQ 了，这个在小朋友好像是比较红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每天在那啊 ，barbecue。对，因为阿汉可能国小可能还没有开始看，对不对 ？OK， 哎，有胖，你也是 barbecue 啦，哦，酱肉应该也选一个 C， 为什么？挖口挖口是什么？很红啊，我们学校都在讲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兴奋，就是很他在跳舞，他在跳舞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叫挖口挖口？挖口挖口，就是日文。哦，日文挖口挖口翻就直接中翻。好，正确答案是。对对对哦，你看有没有在这边啊 ？Barbecue 的 Waco 是第二，第二也是酱肉。现在酱肉500英尺，酱肉也是酱肉。注意看，太狠了！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，不可能吧？有没有要抽狗狗喽？为什么？有没有要抽狗狗喽？反正就是一句话喽，一下下。我们要摸起狗狗喽，我没了。对，网络迷因嘛，对对，都讲了一大堆东西，创造很多东西。哎，家长，我们还真的要去懂一下。这很合理，对，真的是吗？很合理啊，这很合理。这合理吗？这很合理。哦，在谢谢。讲笑话，纳豆哥，谢谢纳豆哥。请问这个小孩的姑姑叫什么名字？A 阿金 ，B 邱万 ，C 阿文。OK， 可以看左边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来推理一下，推理一下，念给他们听听。伯父是爸爸的哥哥嘛？爸爸的弟弟我们称为阿文，爸爸的姐姐或妹妹我们称为秋月，阿姑丈是秋月的丈夫，妈妈的妹妹我们称为大姨。妈妈的哥哥或弟弟，我们称为盛昌；舅舅的太太，我们称为阿金。对，可能是阿金。他这个笨笨小朋友是什么？人家题目出来说爸爸的哥哥叫什么？然后他说爸爸的姐姐我们叫做，他直接把人名讲写出来，因为爸爸的弟弟我们叫叔叔嘛。然后这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这个答案只有他知道对不对？因为他叔叔真的叫阿文嘛。对，没有错啊。你们推论一下。哎，所以这个小朋友的姑姑叫什么名字嘞？1、2、3，举牌。哦，拿豆很有自信哦。好，哦 ，OK， 好，3、2、1，亮单。哦，纳豆为什么是 A 来？阿金漂亮嘛？我刚刚本想选 B， 然后我看到下面说舅舅的太太，我想。舅舅的太太是舅舅太太是舅妈，那是姑姑哎，姑姑的老公是不是姑丈？姑丈呢？姑姑的老公叫什么？你干嘛？你不能改。怎样？我想到我们老师是那个陈冠杰。你不要把你们老师名字写上去。我不会，我都不知道他名字哎。好，来先看你们答案。好，好，先看你们答案亮出来。来嘞。哦，一样的。好，四年同班女生，哎，自然我。哦，真的，哎，全对耶，哎，全对，哟，你的偶像就是妈妈哦，你的偶像是他，哇，为什么？哇，怎么可能？嗯，为什么是偶像？说说看，唯一选择，这就是父爱。哦，我平常给他的爱很多啦，所以他父爱有重呢，有重呢。你看他吊儿郎当的，但是其实还是很感人。好，看那两位，很挺自己的爸爸。